核能存废问题引发社会讨论，尤其民进党智库副董事长童子贤日前针对核能运用的发言被解读和民进党立场不同调。今天童子贤和副总统赖清德同台出席台湾气候学院揭牌仪式，童子贤在提黄金比例，认为便宜并能达到减碳效果的核电应该考虑纳入能源配比。赖清德则重申非核家园的理想没有改变，至于极端紧急的情况，政府也必须预想解决方案。而总统蔡英文接见环保团体时也重申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朝非核家园迈进。台湾再生能源的推动逐步有了具体的进展，风电加上光电总共发电140亿度，去年一整年的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也首度超过了核电。2050年净零碳排又迈进了一大步，但台湾能源政策需不需要核电，社会始终有争论。连担任民进党智库副董事长的童子贤都认为重启核一核二值得考虑。在市井，若台湾只仰赖天然气，有着魔鬼的一面。煤炭去掉以后，有两个可以替代的。一个是天然气，一个是核能。太依赖天然气的时候，会害台电加中油一年亏损5000亿，上看6000亿。发展能源除了考量成本，紧急情况下缺电也是一大问题。副总统赖清德先前一句规划已停机的核能机组，未来可以紧急使用，反核态度松动了吗？非核家园的理想没有改变。至于极端紧急的情况，我们也必须要预先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案。强调非核家园目标不变，但该怎么分配才不会太过仰赖单一能源？童子贤再提黄金比例。美国作为天然气跟石油全球的第一大国，但是美国仍然维持20%的核能，这个就是所谓的黄金比例。那台湾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干净减碳又省钱，但发生核灾后果却又不堪设想。使用核能一体两面，还需达成社会共识。记者李明宏台报道。